教练那边还有事儿，走吧。什么事儿？哎，还是我们家范范勤奋。那是又被教练罚了。就他这水平，还配当刘教练最重视的学员？还说什么是高手，连基本动作都不达标，我看还是滚回家去吧。哎，好疼！哎，林晨，你干嘛？ 人还不敢承认，我走走，林晨，你说谁？到底是哪儿啊？吃饭啊！我请客。啊，走吧。林晨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对。于东，帮我看医生。哎，好疼，好疼。爸爸，慢点走。 我不行了，撑死了。你这一天吃几顿？你一天下午吃两顿试试。再说了，我请客，那不得多吃点？出息吧。第一顿跟谁吃的？米西梗。他来了。哦，不然我哪来的钱？我发现这小子跟你一样没良心，来了也不跟范哥打声招呼。他得回去高考复习，成绩那么差。 又不像你，会射箭。那你可高兴了，以后没人压迫你。嗯，你也知道你压迫我。当然知道，可别提有多爽。嗯，我本来想着他也能考到荣城，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你怎么还想这些不可控制的事情啊？ 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。这么说吧，你爸妈的关系呢，就像这马路上的汽车，你最多啊当个润滑油，至于开不开得动，还得看他们自己。怎么样，宝宝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好好看啊！谢谢妈妈。不客气，宝宝。还有爸爸。 走不走啊？嗯，我还要再躺会儿。你躺下试试，你看，好蓝啊，真舒服。 生气了，那哪个也看不出去，赶紧。我以后啊会经常过来看他们。别了吧，你还有射箭队那边事情要忙呢。过几天我会把他们安顿好的。射箭队，糟了糟了，几点了？10点多了，那么晚了。我得走了。这门也关着呀。哎，有人吗？外面还有人呢。 喂，这里还有别的门？没了，就这个门。手机没电了，你这时候没电了？我有点。徐放，我被锁在学校的天台了。什么？他有听到吗？
着凉了，披上吧。谢谢你啊。不会。想睡啊。师傅，您快点吧。睡着了。来了。这么快？你们怎么回事？他们才刚出生，不能挪窝。哎，我知道了。我不会赶他们出去，不过等他们稳定些，你们得把他们送走啊。哦，赶紧下楼吧。谢谢你。没问题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发小许放。这个是我们医学系的师哥叶少文。我知道你，之前操场上不给他微信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，挺酷的。教练那边还有事儿，走吧。什么事儿？师哥，再见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回头再见。回头见。刘教练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前几天都没赶过去。帮你请假了。哦，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啊。那刘教练要跟我说什么？什么也没说。那你不让叶师哥送我，你说刘教练有话跟我说呀？而且你还对人家那个态度，我也真是服了。哦，是不是因为我大晚上折腾你，你不高兴了？还是你不喜欢叶师哥？我跟你说，师哥人特别好，他很善良，而且很有爱心。今天要不是他在，那些小猫就有危险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林心石，干嘛？没事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我可就走了。你有病！你才有病！何方孤魂野鬼？老朽再次警告你，赶紧从我爸的身体里滚出去！哎，你是不是着的？看来是走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就告诉我。不开心个琵琶！你吃皮！言谢。